得叫韦斯来救我们。韦斯，你在哪儿？索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曼龙刚刚想从大桥下面经过，结果撞到了大桥，把大桥撞断了。什么？你等等，我马上出动。我们快掉下去了，你快来呀！知道了，我会很快赶到。我们的车快掉下去了，怎么办？